啊，阵容都好吃力呀、啊！这阵容怎么打呀？这他妈玩个软辅，对面是个布隆，上位上猛的一匹，感觉要开始连跪了呀！之前他妈十几连胜赢太多了，现在开始连跪了。不过连跪也好，说实话，可以大号多打一会儿，你们也爱看。打剪刀妹不好打，这英雄你妈野区人猛。哎，加油吧，尽力就好。不灭阿罗拉，这么离谱！出蓝惩吧，压力好大呀！输了呀，输了。本来还在第一，本来昨天那把赢了就第二名了，但是昨天那把停电了，就昨天最后螳螂那把，我心态都崩了，你知道？那把稳赢的，那把对面打野补位稳赢的局，停电了，就那一把扣了我30多分，我操，我还被裁决了。然后刚才输了一把，还多扣了点分，真的心态小崩，真的心态小崩。我直接开他 F6 了，我感觉不去搞他很难赢啊，正常开对局太难赢了。哦，谢。哦。他怎么是 F6 开的呀？哦，我就找他位置，我也不让他刷。他没惩戒的，我以为他被狼开的。我以为他会蓝开呀、啊，昨天打他那把蓝开的，他这把竟然 F6 开，我确实没想到。我想去恶心他一下的，他直接 Q 成了，我也没办法。感觉他们打野可能要来抓呀！
他们打野没有疾跑，不抓人发育去了。中下全打不过，他没打蓝吗？他怎么没有蓝？没打蓝吗？好嘛，三条线全打不过。Good game。三线劣势加阵容不行，我感觉我要开始领龟了呀，兄弟。真的，我要是野区在十五一波结束了，其实我十五一波被剪刀妹领先等级的话，游戏就直接结束了。小兵刚好来了呀。没办法。人家有攻速鞋，打小龙吧，虫子应该没对线打得差，打野没办法。啊！可以。我的兄弟，我的，他对线被单是我的问题啊，我对不起这难道？
他们辅助这波有一波游走的 Tammy。把他约了吧，帮我看一下。我这波要越下路，感觉野区就很难受啊。小龙可以吗？这波他没耳吧？加油加油加油！有机会有机会，打回来了一点，兄弟们，打回来了一点，打回来了一点。键盘声怎么调小呀？我操，你在逗我？这键盘声怎么能调小？他可能要 E 下来，感觉。他不 E 下来吗？打野也在，嗯，他们打野应该也上来了，感觉。他怎么这个样子上啊？直接 QRQ 了，不让他变大。他们打野应该也在上面的，我觉得可以保护他吃波线。他刚吃了 F6，应该上来了，感觉。哦，这辅助来的好关键啊！奇怪，他们打野人呢？我靠，我还以为他挂机了。
站那不动。不起不起啊，优势已经很大了，我已经把队友都帮了。对面还是有一战之力的，对面这个阵容打团很强。WJQ，他感觉在打。坏了，欧若拉这波要死了呀！欧西呗，我帮了这么多波了，怎么还被单吃啊，哥们儿？这。直接把一血打吃了，这把出鞋子，鞋子不好出啊。感觉得做水银鞋，这纳尔都不过来恶心我一下呀！W 接 Q 必中，差点把我杀了！这前面我操！好起来了，开始上分了，手感好好。慢慢来吧，三龙了，优势很大。对面吵架了呀！
他们吵架了，我感觉对面应该在说打野，但因为打野前期啥事儿都没做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我这把前期那波搞他还是有点用处的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第一波没有疾跑，他如果第一波有疾跑，那波 AD 死了，那波 AD 没有闪现的，我觉得我那波去干扰他一波干扰的还可以啊。再加上我抓了两波下路，对面感觉有点心态崩啊。他们打野把装备卖完了呀，漂亮，一次不死，直接超神。我这他妈的，这对面捡到没有装备，还差点把人杀了，这么夸张。漂亮，不打了不打了，我要吃饭了。下播陪媳妇儿，下回骑再来吧。